你有跟飞哥讲说你要开唱这件事？那不是他还在天上啊？不是，他在飞了，他忙着在播音了。晚上三点，他传烂电说，说老弟，今天看到你开心，你就唱这首歌，让我觉得听到这首歌，我觉得我还活着的。因为他常说，没不要，我们这些老朋友、老战友应该常常聚会，不要说每次见面都在谁的告别式。所以我把揣了一担了。你有那我的面揣了一担？我猜得到。Stand by。他会传赖跟他讲说，请他来看。我晚上就传。哦，晚上传。真的。因为他现在在天上飞，所以没办法收讯号的。学了那么多英文歌，然后唱那么久，不知道有没有机会说再把这些歌挖出来？因为我已经年纪一大把，我是打越战的越战时期的 Vietnam War 了。我说我现在不唱，那以后谁唱这些歌了？我是觉得就在音乐的就是这样，你要失以之长，无以之短。那外国人的东西，他的长生啊，像攀岩一样，现在我们就加注在我们的面，你包括我小叶波。我是偷的，我偷那个不是的，就是因为那个，我因为喜欢嘻嘻哈的东西嘛，就 Have you ever seen the rain？ 我就是用在我的那个《鬼鬼在一波》，因为我太喜欢这首歌，唱了50年，我希望说把它传承，然后就是把加在那个我的米奈米那张专辑里，也就是因为这样，那一张专辑让我拿了金曲奖。It's brand new。你有跟飞哥讲说你要开唱这件事？那不是他还在天上啊？不是，他在飞了，他忙着在播音了。因为有提过，他说不比较没空了，因为他最为什么我这次会挑那个 Temple 的 King， Temple 歌，因为他飞哥他很喜欢我唱这首歌，因为我记得我上次上他的节目的时候，我就唱了这首歌给他听，说因为我这哥哥，我唱这首歌送给你，他是一个，因为你就是。Temple 的 King 就殿堂的这个王啊，为什么摄影棚就好像一个庙一样，啊，你就是里面的王 ，Temple 的 King， 所以就献给他。然后他听了很感动，然后回去晚上三点，他传烂电说老弟，今天看到你开心，你唱这首歌，让我觉得听到这首歌，我觉得我还活着的。他就说我觉得我，因为他讲说没必要。这些老朋友、老战友应该常常聚会，不要说每次见面都在谁的告别式。所以我把揣了一担了。你那我的面揣了一担。我猜得到。Stand by。Stand by 哈。我这件事这样，所以说。希望就是这 Temple 的 King 带给大家，就是说，这种这么老、很经典、class 的东西，沈文成这次带他来，也真的在里面唱歌，希望有机会大家来欣赏一下这样。那会传赖跟他讲说，请他来看。我晚上就传。哦，晚上传。真的。因为他现在在天上飞，所以没办法收讯号的。所以希望说这个啦，就是说我们这个。因为我民国70年的时候，69年、70年，就是在新宝西洋街去唱那个西洋歌曲的。然后那个时候，就是我们成功里每一年暑假都有很多那个大专学生啊，就是来那边。你只要礼拜六、礼拜天满，全都是爆满。那我有很多，包括我的歌迷，就是在蔡振南也是包括在其中之一啊。然后呢，为什么蔡振南会认识？就是大专兵带他去。对，全部时间叫姐姐唱声歌，足好听，你去听。然后他听完之后，听了一个礼拜，我唱那个阿里巴巴这首歌，他连续点了一个礼拜，他说 OK， 然后他就签了我。
他就是差不多新世界人，就是一个礼拜后就卖100万张了。啊，就是所以说，就是我是希望说，谢谢那个在那个时期啊，每暑假的大专兵那些，像大家都现在都已经差不多都很大了啊，可以说来回味一下啊，当年我唱喜欢唱的这些啊，你们喜欢听的这些西洋歌曲啊，一起来，跟大家见面这样。